F 连线报道，我们现在来看到是空军两架 F-1 战斗机在22号发生了擦撞意外，造成了一死一失踪。到今天下午3点，就是黄金72小时了。而搜救时间呢？这个国防部长邱国正一早是来到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的时候，和这个全体立委还有国防官员默哀了1分钟。默哀，那也为了哈，就是我们正在搜救的，好这个我们的这个飞官，好祈祷，希望一切可以平安归来。我们有1分钟的时间，我们默哀跟祈祷。而目前呢，潘颖尊还在这个失联当中。去年呢 ，F-51 战机呢，飞行员朱冠萌失事意外呢，空军参谋长这个黄志伟也首度证实了失事原因呢，是因为机械故障。朱冠萌当时有弹射出来，而其他飞行员也有看到，可能呢是因为飞机的姿态导致呢弹射方向面对海面，而过去呢都是因为弹射时间太晚或是姿势不对，导致我们的飞行员造成伤害。